天下富田人前大富公，尊大玉帝公。翻开始将夫妻要女行三鞠躬以前大玉帝公，再鞠躬，三鞠躬，尊大玉帝公，再鞠躬，三鞠躬。恭请富田子慈悲前大玉帝公，尊大玉帝公。目前呢，安排。人人晚安。啊，一个在处跟慧仙跟他做同天，况且这老菩萨哦，这么的啊，这么的热忱然后啊，这人这边阿拉嘛就感动，但是当然最辛苦哦，啊，总是咱有得到咱的成就，因为这个。咱我伫个白天时的地当中哦，咱已经上到第八百十一篇啊，八十一篇、十二篇哦。我听着咱大家分享哦，啊，咱会点样哦？啊，咱洪先生哦，咱这哦，一个咱这贵的前辈哦，啊，以前讲咱做掉啦吼，还是咱迄两个啊，迄两个。特别高兴哈，大家哎分享都很好，啊，一些的哈，您的分享我老在听，啊，一些恁讲有物件无物件，我听我唔听，恁我听，哎，整个内涵，整个结构，有深入无？哦，啊，讲的物件，一些的我听得足清楚。但是重视啦吼，然后一番的辛苦，啊嘛一番的成就，哇！你如果有看到咱会点样过去，哦，伊咧讲的物件，的内涵吼，哦啊，甲起码来讲完全无相像吼，哇！只当照着啊真济物件来讲着啊，即个。啊，这个心情的物件啦吼，啊，既然咱有感受吼，那王先生吼，也是讲的都很不错了吼，不过也很不错，是好几个了吼，啊，但是因为我们一点出来时间了哈，那因为这个是来讲，咱大家踏踏实实有用心学习，啊，其实来讲个，咱大作人讲，不惜分心，毫无言。学习有本事，建有本事，证明功夫天书分。学到学法，就是识有本事，也建有本事。本事建未到，本事识未到，见识也未能去了解。其实，咱学的叫一切法，咱学的也叫做名相法。啊，所以咱爱是爱这个，但这个不好过，确实是不好过。如果做为业的经典的这部经典所说的东西无认为心情的东西确实无认为心情，如果这部经典较合咱东方人的传统的经典，因为这部经典无经过翻译过来，但是讲起来咱认不到所有经典拢总是印度的翻译，翻译就是印度语，因为咱中国过去三藏法师啊，乾隆师因这阵人，那去甲翻译过咱中文，但翻译中文以后，咱今日去倒转佛教的经典来看，但是因为伊迄个翻过来，
能够有缘不欢的能量。哦，比如讲阿妙得了什么双胞胎，哦，这就是会当先地有缘这个能量，这个会当换。阿妙得了什么双胞胎，哦，那个红的叫我们叫做哦无相净定净道。但是因为伊的部分的来电当中，伊都不讲话做无相净定净道，因为阿妙得了什么双胞胎。不过呢，你若做庄严，都不出现的几种的因素。所以这就是咱第一，咱东方人，哦，因为咱做观念，就是因为咱中国较早的东调一个蛮有微笑，啊，叫做做观念，所以开门见山，啊，讲出得了，哦，这个修持本心、戒持本性的深刻的道理。啊，咱今啊，因讲到着咱达做观念的这个。也是品，也品。那品品应该嘛，讲到这个配料，哦，讲到这个素。那因啊，因啊，应该是讲到对这个所在，这两段这段讲了未？还是段啊？几段讲？几段讲啊？哈，啊，讲到这段了哈。哦，所以你不过你这段了哈，大约啊，能够造起来，啊，你这边慢拍，我讲就好了哈。一生问师问啦，讲有一日啦吼，有一个修行人啦吼，啊，这个修行人到底是什么人？就标出来，讲一生哦，这个修行人问咱来做几年啦？哦，啊，这个物件，这个人啦吼，咱我刚在早头讲过，到底是先修，当时是学，咱修先修法门。还是学咱六祖的法门，是不是讲这个人啊，交分别来问六祖几点？问讲啥物件？方圆秘境是啥物人？比如讲方圆祖师啊，伊这个心法，哦，这个心法，这个传承的心法是啥物人得起？答案就对了哦，伊在问这个问题，问人，问迄个叫哦，这个六祖几点？啊，这个话。当然啦，以五祖的门下，应该以六祖的门下啦吼，应该不免问啊嘛吼。啊，唔过这个人咧问，咱来想讲，是不是讲当时伫北南屯北疆，哦，伫北方的一个修行人，伫当时和五祖诶，和迄个神像修过，的一个心灵僧人啦吼。啊，叫我们来问讲，哦，啊，到底我是应该是哪比较贡献？是阮先修，伊是教授，所以应该是伊个的。啊，但是套人讲，你会唔会？啊，这个人就叫我们走来问讲，啊，这是到底是什么人得去？哦，这个话就是应该有这个疑问来得啦，吼、哦。啊，所以唔系依据什么人得，来讲这个传承。这个慧命的传承，第五祖传承的第六祖，啊，这是什么人继承的？安尼就对啦。素闻会佛法的人得，素就是六祖直接把讲，懂得佛法的人，了解佛法的人得去。第五，你把心性放下啦，但做出位哦，后边有人讲心灵同啊，啊，哪心灵和尚你得去？是不是你若做慧念得去？哦，和尚上座嘛，哦，如果这个和尚对一个修行人是一个足高的评价，可以万分，你万分最和尚的一个人，那叫做和尚。所以你对若做慧念，跟和尚是不是你得去？啊，就对了，因为你若要佛法嘛，哦，应该是安尼嘛。但是我不要佛法。这句话，啊，比别人无安，啊，这听了个话，那真正没有见性，无见性的人，啊，无真正了解三界道理的人啦，吼、哦，到这句话，伊就倒啦，现在倒，你我无法能见，啊，但是你应该你是捌有当叫的，但是我问你讲，敢是你定你未捌有法，吼、哦，唔过呢，因为。那么这个话，不是对一般人来讲，这个话
把水合回来两个，合回来两个，因为一般的人基本听说会听，是怎么听？伊唔捌嘛，因为伊听的文艺上表象嘛。那你金刚经的二十一分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无实所说分的内底，哦，一段话在讲，讲娑婆地，佛叫做娑婆地，哦，若有人言。若有人言，有人如来有所说法，哦，这是报法，哦，不能解我所说过，所以叫我所说说说说。伊讲哦，他说有人咧讲，有一个人讲，我这如来有咧说法，有咧讲法，我捌有我有咧讲法。那安尼，这个人是咧报法呢？嗯，我学了佛陀，伊讲些比较深的道理，啊，伊讲些是经典。但是我是咧甲你报了尔，你看我咧甲你汇报，你汇报无法，我报是汇做呢。哦，一三五一，一三五二三五三十阿罗汉，是呐。哦，这个哦，尊贵是那个这个新贵呢，阿菩萨心呢。哦，啊，这是我汇做来对呢。我咧讲的，这里呢严重的代志，啊，但是一些钱呢。一些想的解释，一些就是讲，当时佛陀咧说法的内底当中，伊无正法，无正法，无正。但是你若讲我捌佛法，我有咧讲法，安尼我就家己我有一个我会晓讲法，啊，我会晓讲法，都有一个人会晓讲法，安尼咁样，那个自信本自富足，是因为你无富足，你无佛法。是你无家己，你家己的物件甲讲出来，你无迄个地位，甲讲出你家己遐物件。但是迄是本来你有辅助，何其做些不足辅助的物件，套一个下较别的物件，安晓无？但是讲这话出来，就是讲你咧心心中所流露出来的物件，你心心想都流露出来的物件，迄是。记载起来用文字，甲记载起来，迄是叫做文字，迄是叫做声文。人用意识见我，就是音声变化。用意识见我，就讲你用文字，伊讲出来了，你用文甲记载起来叫做文字。以音声变化，你用伊讲出来话，你用录音把它录出来，迄个音声来甲解释，视频听声的这个你变出来，哦。那安尼当中，因为咱的常识，虽然讲分流来经典，这是一个文字，但这个文字你若证明文字，你未成分流。分流来声音，咱讲的作成经典，你若证明这声文，用一声句话，你证明这声文，安尼你嘛会成分流。因为你迄个物件，迄个物件是无形无形的物件。你的自信在内底当中，迄、那个变形的物件，迄不是用语言去甲表达，用文字去甲表达，用声去甲表达的物件。啊，你呢？只着用有语言去表达，用音声去表达，那安尼是人形下的，人形的人形正多嘛？爱讲了，咱人一直种，咱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叫呢？这菩提众生，就是呐，做执着，一直看到就执着，啊，听到就执着。你讲我不得你讲经给恁听，你执着我不得你讲经给恁听，啊，我不得我有咧讲经给恁听，我有咧讲经给恁听，啊，恁听我果等四相，果相、人相、众生相、与受者相，含阿罗汉啊，你得到福气，啊，你不是看我福气吗？咱佛陀就是建议你说，说了后，咱心就是归念。咱嘛无有一个说法者，嘛无一个听法者。啊，然后呢，咱你你如果无佛陀的说法，安尼你叫做发心。若心初相，若心初相，即叫妄念消失者。若初发相，即叫妄念消失者。我来一句话，安听啦吼，你讲。你认为讲佛陀的说法，你讲佛陀
有一个佛陀咧说给我听，啊，我有一个听闻的说法，安尼叫做哪？安尼叫做哦，十法界，十法即法，安尼叫做莫定数种佛相、人相、中相、寿相，安尼生出来。所以讲，欲出非法相，你听落，头前欲心出相爱看，第三节，第二欲出法相。若取法相，迄嘛爱看，迄嘛不得切。所以讲，欲出非法相，你讲头前这两个空，你拢已经个空啊，都无个执着。唔过呢，你个第三步，个舌头都个执起两空之空，两空之空，都执着一个空相，都执着一个，我无真我定思想。啊！我无接，大家思想，安尼讲，听这个条路，你个舌头倒倒来，个接起，我无接掉，我无接，无接掉，我无接掉，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没有执着，还是落在一个执着。你无接掉，按道理就接掉这个很大小，这个会滑下。那不得当，还要给我们另一个比喻，听我说话，发小变小，很聪明啊。好，一旦。法相印象有讲的话，法都爱下掉伊。何况你已经头前两方下掉伊，你搁写一个无直接光亮的非法相，迄、那个何况比话，搁写到怎啊切开两方之空？安尼讲了，我意思，当然简单地讲的，你感冒爱食感冒药啊，对我写个比喻，感冒药吃了，已经变好了。变好啊！刚才还在接着一个，这计算是感冒了。哈哈哈！啊，你叫做接又生病。哎呦，变好啊好啊！啊，你再着这边接着一个咳感冒，应该那边脚生病是吧？迄叫做很多小，阿弥陀。所以咱讲到咱不得咱，咱一讲到这个所在来讲啊，我想还对吼，我不好啊，是为着。我不得得得个接起的佛法，我把佛法了了个年轻时候，但是这个佛法不是用语言来要表达的明了。个人的你哦，即位地堂天，即位地堂天，三万天堂天，那个连接，理解嘞？答者，你按照旁边讲话听，按照旁边讲，按照旁边讲话听。按照旁边看哦，迄个是我同你表达的。如人因罪因乱所地呢？如人的皮的迄个感受，即个地旁迄个感受，迄个感觉，迄个意境无相像呢？那个意境是不一样的。迄是未讲一个物件呢？迄是我同你也讲的物件，会当讲出来物件，相当强，旁讲无，旁讲无。哦，迄拍公房啊，迄公房要公到几多钱？迄马都是无法度讲的，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极限。迄叫做哪？迄叫做当下，当下觉悟，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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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度表达些物件。你当下清清楚楚，大方光明，迄、那个物件，迄、那个你吃着，你感受着，你迄个欢喜的当中。特别比较容易的功能，没有办法用语言讲的东西。你开悟不是会当用语言讲的物件，你今日会当用语言讲，控制到对基本上控制对拢就是哪，这对拢感冒药。因为你无病啊，何必再吃感冒药？你开悟何必得法？你去开悟啊，你也得法。你不是今日你到这边上面六祖慧能，你感觉无去？做人为人伊捌公义呢，但是伊捌公义了后当中，六祖是骗人呢，做伊是骗人呢，是安五祖伊变好伊，因为伊是得到迄个呾真理实相，伊得到真理实相，伊是得到真理法界。唔过呢，你一千万名弟子新修所抓这个人，因为呾拢未了解这佛法，拢未了解这佛法。侬了解什么？无了解真理是啥？
这个佛法，这个法，这个佛就是觉，这佛就是觉，觉就是佛，佛就是觉。迄个佛，你今日觉就是佛，佛就是觉。你今日有觉，你今日学佛法就是要学迄个觉法，觉悟。迄个觉悟，唔是要做这化无明，唔是说叫做佛法。如果你有发现动作佛法，你的心分起来。我从娑婆尼降临西在轮回中，我就不娑婆尼圣人西在轮回中，安尼了。伊识得你行到这里站出来了，哎，这人不会违规，因为你是不会里面那该做的该做的。哦，我发现这种典型的名言，典型的名言，一年新发的名言，那不是什么名言？你看过去也是。过去有一个，有一个白丈禅师那来讲，那讲一句话啦，讲欲知佛性义，观世间因缘，因缘欲知，不疑是教。欲知佛性义啊，不然，佛性义吼，这个佛性，伊迄个理理。原来观佛性的理理，这个佛性就是叫做觉性，刚才讲起来对吗？这个佛性就叫做觉性，这个佛性叫做觉性，觉性叫做佛性嘛，叫做主性，会使来解释的，会使安解释的。哦，关系这一面，什么叫关系这一面？你的时间够，你累积的能量不够，其实你袂开悟。你是拢看无明，因为你看物件，你一直累积，一直学，一直学，大家去演，到一个战术了后，忽然跳起，不是不带你跳到遐去呢？不是安尼呢？迄是你要变的，是一个忽然尔，迄是个忽然就起尔呢？不是讲你一直爱去接这物件，咱想来做比如，日本的。吉野樱花，那个是萨布拉。那不是当天，伊为了维持作祟的樱花出来的。嗯。伊为你先，你个环境也袂开个啦。但是伊迄个樱花堆得出来，樱花是伊的能量，樱花迄个会作祟一堆，迄层樱花的基盖，迄个基盖，迄个基盖，迄种密林内底，迄种密林内底爆出来。你先去看。那到夏天的时阵，非常清点了，那发觉到，那花挂了，伊就开始在花间挂了。但是开始的时阵，红天啦，伊这个叶开始挂了了后，伊它花蕊，伊的花蕊啊，伊的花蕊，伊就开始，你记得不？那我落去泰国，去那个大陆哦，青岛，去唔到几片，拢种。这个双重花，双重樱花，我规只大木啊，大木，规丛啊，规丛，你看见，迄个偌水就偌水就对了。啊，一望起来，那大木，我若要看樱花水的，去遐看，实在嘛足水的，对了。迄规条路，规个拢拢咧，好水。但你若边想甲看，啊，咱想咱喜欢用咱安尼安浅浅，想咱倒钓回来，解决一下。甲旁边迄个叫做挂蕊了，还是挂蕊，它结出来时阵。真正还够水，讲话水咯。但是你平常个当看到迄个花啊水未？无可能，因为时节还未到，时节还未到。但是时节到当天到了后，因为叫逼出了后，迄个水，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你无法度去想象，哇，那真水。但是平常你个就是菜刀去往嘴上小包划。啊！即等每一类拢对内底走出来，唔到美丽内底有看你个看卖，到美丽内底，它的能量是来自里面，伊的能量是来自里面哦。但是伊哩个血是，伊个血是对伊内底能量逼出来哦。爱讲听，但是内底是能量，它不是花，但是逼出来那个地方，能够，那比较听话，听话就是积能量。咱真无开悟，咱真无开悟，咱真无开悟，咱
人的机能量，但是互你即刻你的能量吼，施展弱智，机率上涨。迄、那个你开始已经有迄、那个，家己有法通转，你领悟就讲，你这个能量，觉醒，啊，我们叫觉悟，干么？觉悟。你开始，你累积内底，你真学，你无学就阁袂当安尼哦，你无学阁袂当这样了。但是你学到一个时阵到了后，其实，刚才个人来讲，迄个你到开悟，唔是咱来讲的呢。开悟啦，咱来你讲，迄个开悟呢，迄个听人讲的呢。开悟啦，咱来讲的，迄是咱来讲，迄唔是开悟。我甲你比手，比袂赢。比手比袂赢，但是因为这支手较袂赢啊，操人。但是我甲你讲是，这支手咧甲你比赢。但是对我离开我的手到袂赢遐，这段当中就你的感官，你有乖乖按照我这支手啊，看对迄、那个，看对迄个客户，还是你当看接住我这支手的内底，看我这支手的内底，一直看。啊，对，是啦，金店都写一支手，金店写一支手，哦，金店写一支手啦。但是迄个，迄个金店都未写一个，你未写一个，变作写，哦。当前这是真阳观，真水真火一俱全，一进足矣一条路，灯光照耀在眼前，二目神通来发现，你发现什么？二目神通来发现，你发现到什么？你若发现煞煞妥妥到一个，但西天是虽然请合道，西天你若干嘛的请合道马上就到，哦，四德的还将到，西天的还将得，还将得，了解的还够用，了解就还互相，四德还将到，你有没有四德？你有没有了解？你了解些什么？所以你了解真理是啥？你了解是了解这個。不行，不行，了解真理是叫你不是要了解佛法，你不是要了解佛法，佛法是一种伊个呐伊个功夫。但你讲起来，佛法就是一种伊个文义，文义即个文义，四名文义三个都通到的，文义就是表象，凡所有相个文义，即归文义就是缘起性空。你会把伊文言改掉，你的文言换作哪个？换作智慧。伊迄文言换作智慧，叫做觉性。那安尼当中呢，你文言甲换作觉性了后，你今仔日离你这个手，甲转入迄个碳，迄、那个微量，你来当真正看到迄条微量，真理是啥？迄条微量。你若安尼文言甲转到你的智慧，你来生出个啥物件？干嘛？你要走开，你要走几多场，一走出来，所以叫伊呢，你若做你，核心厉害的吼，就讲我不会火啊，我不要火啊。所以讲这是，我之前讲的，哦，你说说说话，无话说说话的，对反应很高。用幽灵眼如来，你说说话其实不会；用幽灵眼如来，你说说话其实不会。来，我这个人。我现在阿乐不得你说话的，我说的没错不？不得那个，不能解我说说话。这个众生未当了解是我讲到真理的实相，因为接离我的说话。啊，那安尼当中你看不起，我不是安尼，我不是安尼讲法，因为我无接离这个问题，我无接离这，我是看到迄个实相，迄、那个能量的实相，我不是道理。这个文字的表象，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文字是解释，阿弥陀佛，书，一日欲恶所修之衣，而无美全。一日欲作恶所修之衣，而无美全。因自是后我立父，因自是后我立父。见山林不薄，见山林不薄。水气攀旋，水气攀旋，疏浚色独地，
使进食独地，怎应手而出？即以为敌，乃切归怨以照相，乃切归怨以照相。因为这段话吼，啊，都继续大家讲。有一日啊吼，迄、那个书有一日用恶所修以无美善啦吼，有一日的当中，吼、哦，这个。咱的这个书啊，因为伊受着这个疑惑，哦，迄、那个恶就是讲，要去甲，哦，要去甲说意思啦，吼、哦，甲伊，甲这个叫，甲，甲伊这个伊要说这个伊，啊，但是要说这个伫佛教上叫做三昧话，吼、哦，啊，因为这个伊要。所修之一嘛，所修之都因为伊过去修无做修的伊个三昧嘛，增加力嘛，伊都无生嘛，安无会嘛，这个三昧嘛。啊，其实这个伊应该是咧讲迄个增加力啦，增加力一个大意嘛。啊，最主要的三昧就是哦，这个这个大意为传承伊啦。哦，啊，因为迄个维多罗僧，就是叫做入众依嘛。啊，入众依就是因为咧调伏大念，安陀会就是作物依嘛。啊，就讲因为这个外口的当中来去做工，达成命。啊，今仔日那他是讲，你想法，吼、哦，你想法，还是讲今仔日要去吸食，啊，要去念佛的，拢会成这样怪。这个大这个福建语，而咱中国啊解释这个福建语啦，而咱西印度伊讲叫做哪，哦，增加力，增加力啦。啊，伊这个已经用恶所修之意无比传，就讲我有一日，咱这个大师啊，若做名啊，伊迄领衫变啊叫做洗洗，但是因为无比传都无有，因为这领衫要洗。不是想讲，哦，阿你个时阵啦吼，阿个亲戚，你刚才做起来讲我吹毛病哦，阿吹你老阿三，阿谢谢，就是安尼啦吼。阿伊里伊个水爱足清洁，何必讲咱较早吼，咱个迄个献桥，迄个杯啊，阿献桥迄个杯个当中吼，咱时阵，那咧献桥先不老，迄个杯啊是用七十二点三三，面面三咧甲七七个。咱有咧切牛奶，有咧切牛奶面面的，敢毋是安尼吼？袂当讲，互你先来杀一条迄落迄个面面来切一个，去有专用的咧切这个皮啊，安尼。啊，甚至个水嘛，袂使讲，我讲你个水着水啊，怪着较咸。你不会讲袂当安尼，迄种物件是爱去找迄落，吼，迄比如离过迄个水，吓，安尼，咱个见分，咱个见分，迄个是代表咱作善意，咱作善行。但是伊若作为人当中，伊就是讲，伊受这个增加力的时阵呢，因为伊嘛要想要把这个增加力，这个我做传开，这个的时阵啊，这个福建语啊，就做洗洗，安尼对啦。但是伊迄个当中啊，啊找无讲，啊真正啊清气上的水啦，安尼来洗，安尼对啦吼。哦，伊是安尼解释，因此事后无理付啦吼。你讲，因伊去到咱个寺，哦，这个寺就是讲迄个造起啊，诶，迄个叫发信寺迄个所在。五里户，当然迄个经过造起五里，哦，伊这个五里，哦，这个诶，咱今年五里差不多咱个廿一，算咱个公里，应该是差不多伫迄个三点几嘛，吼，三点几公里嘛，应该是差不多安尼嘛，吼。啊，所以呢。见山林不毛，咱当做为了，伊就看到一个山林不毛，就讲做无像安尼啦。啊，迄、那个然后玉貌就做无像，啊做清脆，所以讲玉玉黄花，啊有诶是波罗，哦玉玉黄花就不稳，哦一黄花，啊伊即句就讲见山林不毛，就是即个山林
足无声。啊，这个树啊，啊大汉足水个安尼对啦。换一个解释讲，这个地理一定足好个地理，环境又足好个，安尼啊对啦吼。水气攀旋，当然，人讲天有地理，啊地无地理啦吼。啊，咱人无心理啦吼。啊，这个地理个，咱咧看，啊当然咱外面咧看是看无啦吼。但是呢，人只要大行来看吼，迄、那个地气，后壁我拿一块地理先生吼，真正有下来，人只要地理的呢，不是无地理，有地气，不是无地气呢。后壁我咱今日去啦吼，啊，咱来去到迄、那个，什么讲咩时阵啦？迄个温泉区啊吼，啊温泉区了，温泉区规个温泉区内底当中，迄内底当中温泉，哦，迄种岩浆，拢一块迄落，你想咱的时阵啦，迄、那个温泉。我那个地，当中有一个温泉区嘛，啊，你要看内底当中拢是嗰些岩浆嘛，哦，啊，拢是块岩道嘛，哦，啊，人咧讲个，迄、那个热气，迄、那个热气真强嘛，感觉呢，那好像把人做迄个啦，下底迄岩浆迄土，迄土，啊，滚出来了后，啊，好像一些，啊，你辛苦两个洗洗吼，你辛苦用迄个清理水甲转转，你先要滚。温度吼，啊，讲迄个地保护咱个呐，咱个身躯，讲个呐皮肤病吼，讲若去洗温泉洗洗会好。嗯。哦，听讲过是，啊，我是要去，我要洗温泉啊，我无皮肤病啊。嗯。哈哈，我唔爱去饲着，我唔知啦，但我要洗温泉，话呢，啊，所以即个当中就讲咱个地理，吼，咱个地理，特别是咱个社会啦吼，那要讲个就咱一个人，吼。有善气，有善气，有恶气，有恶气，我会知影个，一定知影。因为你做人善气，有善气，恶人有恶气，惊听到你讲话，惊看到你面相，哦，惊看到你动作，就一定了解，因人会了解你个人个本性。虽然人，但我呐，我会当对外表关注着迄个人，好人歹人。哦，我们过去的地理时代讲这个话啦，讲聪明化礼貌嘛，啊，富贵化轻重，吼、嗯，安尼啦吼，啊，比如讲看咱的什么五官啦，吼，看咱的五官啦，啊，看咱五这个五官有端正啊，无端正，所以天有地理，啊，地有地理，啊，咱人性命就对了吼、啊，啊，当然，迄地理好，当然他嘛还有个，你想要新闻双语性，迄地理好。迄、那个地理是真正好个，像迄个地理，迄、那个地理好嘞，当中有某些地啊。嗯。哦，啊，咱个地理较早是个乌山头，乌山头你听无？啊，因为咱要对好来，迄个乌山尾，对咱乌山头较好来，迄中间就叫做乌山岭，乌山岭啊。嗯。咱野性的，好像迄个叫做，迄个叫做乌珠地。啊！因为乌山头迄只乌灵，吼、哦，头前迄个骨啦，乌山头迄个骨啦，迄个灵吐落去，迄个骨啦地有两江水，有流两江水是啦，吼、哦，是一江是流去北干山，破住啊，迄、那个江地区有阴山八鬼家，嗯嗯，啊，一条是对南干山，对咱嘉南地区吼，咱嘉南地区阴的是三八鬼家，所以叫做嘉南。嘉义、嘉南、嘉台南叫做嘉南平原，有无？嗯嗯嗯。啊，因为这边吐出来的水，我沿着嘉义、嘉南、嘉迄个叫台南，有拢总共七八下。嗯。安尼啦，所以咱台南这个土地当中，这個、土地当中哦，人拢有平时啊，你来其他要当饮水，或者种一回，当种一回，然后你倒过来吼。嗯嗯嗯。咱拢种两回，啊，若种两回，咱有平时袂较变较强啊，咱。种一个杂粮、杂粮吼，吼、哦、你想讲因这营养方面，这粮食类吼，真少啊无。咁啊，迄块地内底当中啦吼，拢无抗跌着。啊，啥无抗跌着？因为拄啊有咱乌山头水库，因为迄水源的充足。当时咧，啊乌山水库，因为有这个水库水源的充足，而且地理好嘛，一只田看两江水出来嘛，一江经迄个北干山，而且经南干山。啊，因为咱个咱女儿性能即地就是呐，就是迄只莲，咱人个莲有无？啊，有一粒迄个叫莲珠，有无？莲、嗯、啊，
一个那个领导的，对，那两个灵珠安照安照我。是是是。那两灵珠叫做摸珠的。嗯。啊，摸珠的有摸色的。咱女儿性的东西，偶然的对当中都有摸色的。嗯。摸色啊，那东西弄完了，硬的，那不是用色的讲。你刚刚看那左口的，他口的，那两边色他口的，我摸色尖的东西。嗯。啊，所以那个是不是宝地？所以那个宝地当时，就是那二三百公里啦，就是阿里祖，甲恁过那块地，那块地那不是那讲风景好地风景机，啊风景机好地，是不好？风景机好地啊，地风景机啊，啊当时就是因为阿里祖甲恁过三百公里，啊因为咱当时要落成的时阵。我有一位第一先生来跟你求见，你讲，求见，你若要落成哦，你若要拜拜，爱去请阿弥陀，安尼啦，请，阿弥陀拢无得，阿弥陀得什么人啊？得查阿弥陀，但是阿弥陀就是变波弯啊，变波弯啊，弯啊头，就是阿弥陀。哦，我那时候哦，阿变波弯啊，那个作风啦，那个。啊，作呢？啊，咱当时，咱为着个性格，咱落成了后，咱有去的时阵啊，请来做，啊，而且有啊写借问，哦，感谢阿弥陀接落来，咱过三百几年。啊，因为过三百几年当中，当时有经过足济人，过去日本时代的时阵，咱有一个叫做新源山有无吼？啊，新源山咱唔知啊，新源山遐那个咱阿高山在新源山。其实咧，当时是挂着日本人个呀。迄阵五十年，咱学台湾日本管的时阵，迄个人叫做新源，叫新源啊。日本战争失败了后，日本打，这个新源呾等日本。迄块地呾来卖货，这个呾落天阴，四月六日落天阴啊。啊，个天温事件嘛吼，天时的那老。啊，其实当时罗天林这块地有一个甘草委员，要把伊爸爸妈妈的墓啊起来，带伊迄块地来过。啊，伫迄块地来过当中吼，伊讲迄阵当时啊，唔是讲迄个用一块地用地，要还妈妈，诶，迄个啊，要献个墓地对啦，爸爸妈妈。啊，是迄阵当时罗天林，伊也是讲，我是无法话地，我干你换一块地。啊！你我这主要无咧大咧，我这块叫富江岩哦。啊，这可能哦，天然来买啊，啊，从无换。啊，无换伊了后，当了个吼，但落天然了后，买啊去卖一个什么人？卖一个迄个叫卖一个杨经理啊，杨经理就是迄个蔡杨经理，迄较早无，诶，蔡经理啊，姓蔡经理，迄里咱迄个义弟，叫咧做老师，就做老师来讲。世界螺丝大哦，就是蔡经理开的啦。啊，因为伊的工匠，就是咧，伊开足侪工匠啦。你想讲哦，越南啊、大陆啊，这些所在拢有啦。啊，伊的，干嘛不一直请工匠？啊，这边就是伊买，啊，唔系买几年。迄阵当时咱台湾一个法律就是讲，那不是农民，袂使买农地。迄块地伊买的当中，伊根据伊的朋友的需求，朋友啦。那东西嘛，是讲，咱讲介绍很多吼。啊，你若过时阵，咱根据讲来，后起来，我若无介绍，你就我来干事吼。大家嘛有平时会想安尼个，啊，过做些代志就是讲安尼嘛吼。所以阵咱们菜市是咧卖，啊卖当个迄阵东西，透过咱学客，迄款物件，我每朝透过咱学去里边里会提起这个案，啊提起这个案了后。咱当时啊去看了，啊放平了，迄个地原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因为伊讲讲这个地，那不是，人，你住袂平安。嗯。迄个地就要十年多。嗯。跟你讲，要做土地，但咱起码讲讲建三年都无得。这个地叫做土地，就参照当时佛陀地德太祖甲佛陀讲讲。因当时，我就拄则去看到基德太祖，
这个山，这地的迄个叫地的色的，因为地方面就是讲一块当中，迄个树啊水的嘛，啊有枯啊嘛，哦啊，那伊咧真个讲作清幽的嘛，啊看着作舒服的嘛，咱生活在咱种地咧，就看着作舒服的，啊唔作清幽的，啊迄个山顶的当中话，看着然后山巅瀑布，是不是？嗯，我恁去的当中话心情作好。嗯、你想要在旅游的当中嘛，作些健康性标，迄个叫啊，因爸爸、因妈妈都同你讲，诶，在我当中做些谢先生爱个讲，我来讲你只哦，诶，在讲你只好过是啥好啦？我妈妈是做好过啦，我妈妈吼，她早嘛是那个母亲啊，有那个母亲啊，啊，你也叫啦，那个李叶，啊，她早年年我亲戚好我知，啊，然后我嘛是拢。好话我拢在订一只，我因只遐伫咧下面订伊老好做伙。我来看这个话哦，我这个环境哦，我国家的，所以就看看。第一，物理深山高洞；第二，物理壮；第三，我哩都生活过来就好。哦，所以你对环境，就咱像阿哩讲个，叫三明不破，任何性格，也叫做特地，也叫做某处地。啊，叫做心地对啦吼。啊，所以咱大家一贯地主，咱以后的无法做好过，安尼啊。嗯。但是当中呢，伊看这个水气安怎？哦，疏浚湿毒的，疏就是讲，因为伊把伊也是伊迄边，那伊过去讲迄个那个火葬吼，很重啦吼。啊，你啊，当中迄人迄书啊，吼，伊即话伊讲，当中也是伊迄个特点啦，吼。啊，伊看伊迄所在真水，啊，怎用用迄特点，特点啊，特点安尼对啦，吼。